今年假期之后啊，第一个星期的工作，大家一般都很难适应状态。对，刚放假回来嘛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大家有没有给自己制定一个小目标？制定一个小目标啊，钱鹏，制定没有？制定。我怀疑我2016年吃了假的饭，所以那么胖啊。假的饭，我那个2017年一定加油减肥啊。你2016年是吃了假的饭，但是你吃的是真化肥。哎呦，是从小吃化肥长大的。是的。王一博呢？王一博了不起。我希望2017年工作能够忙，然后继续努力工作。天天向上，今天教给大家灌上开年第一碗大鸡汤。哎呦，我们今天请到了各行各业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啊成绩斐然的这些朋友，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他们有意思的经历。好，没错。青春的活力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向往和保持的。第一个，这么多词儿啊！哇塞，新年我。一博，哎，不是，刚刚的愿望实现了，多一点工作。哎呦，说话机会多了，哇塞，太棒了！第一个跟我们来分享故事。对，加油！咳嗽，把那个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把那个陈南吐出来，慢一点。青春的活力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向往和保持的。是的。第一个来跟大家分享故事的，就是跟我同岁，在2016年成绩不凡的学生代表关晓彤。关晓彤来了，您看。